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好像你没有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不会答应你的追，不会答应约，不会答应你的追求。好啦，我决定不约他出去，我要一直送他花。哦，我现在就要一直狂排去医院就医，每次就去医院走一下。我还打我枪，他明明就喜欢皮老板，然后还一直打皮老板的枪。我真的遇不到他哎，我连续三周没有遇到他哎。会这样子，军装追男仔都快结束了，还没有遇到他。我电影都快拍完了，还没遇到他。医生说我到底该不该报警呢？因为每天每一个礼拜都看到有一个女人跑到医院去，他又一直送我花，然后又不答应我的追求。吴凯文，我戏都拍完了，你还没出来？我就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除了礼拜二不去看，我除了礼拜二不去看，我其他天我都去看，我就不信遇不到他，我就不信这样遇不到他。你看我入围了最佳歌手奖，第二天咯啊，出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可是他只是出来祝我得奖哎，那首 BGM 在预告你游戏的恋情。哦，你说那个侯湘婷的那首《秋天别来》吗？第三天，你看第三天又出来了。我要送他花，不管，我要送他花，送他爱神巧克力，爱神。他都很欣然的接受我的花，跟我的巧克力，然后他还送百合花给我。内向的欧凯文追求的方式是将自己化身为歌迷来支持女主角。然后他说，在2001年十月之后，如果女主角和欧凯文感情不错，当女主角到医院的时候，会看到欧凯文捧着一大把的百合花。对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要赶快跟他培养感情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看到他捧着百合花。但是我就一直遇不到他啊，现在已经剩两个月了，两三个月了。到欧凯文。三级片不行，我家欧凯文说他不喜欢我拍三级片，所以我无法接受你的要求，放弃。如果我今天不是追欧凯文，我就可以追，我就可以选择三级片的公告。我要欧凯文都不出来，都不出来，知道怎么追？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演三级片或者写真集哈？如果女主角在两人认识后拍了三级片性感写真或三情写真集，对两人的感情会有不好的影响，因为她不喜欢那个裸露过度，因为他是医生嘛。有没有其他帅哥啊？有啊，有其他两位。拍几片引诱欧凯文出来抗议，我跟你讲，你拍完之后他就不会再出来了，真的，因为我以前有试过，你只要拍个三级片或者是拍过写真集之后，他之后再也不会出来。真红。老头不算帅哥啦，所以我刚刚没有把他包含在里面。把所有通告都推掉，拿去看医生也是可以的。不追到欧凯文之前，我绝对不接任何通告。耶，皮老板又得到了最佳演唱人奖。意图太明显了，凯文没有秘籍可以消除压力。对啊，他没有哎，能够消除压力的只有我们啊。好啦，去一下医院。
耶、yeah, ，又遇到他了。最欣赏艺人是谁？问他。嗨，欧医生，你最欣赏艺人是谁？就是你吧。哎，他脸红了。他脸红嘞。为什么我觉得他脸红的时候有一种花旦的感觉啊？是因为他长得太没型。他说什么？他刚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没时间去注意演员的消息，所以。他刚说什么？我刚没看到哎、欸，我突然变，就表情变了一个样。去明哥餐厅看一下。哎，关谷威，我们遇到关谷威了。你是皮老板小云的同学，我跟你讲，二代之后呢，关谷威跟我们的关系会变很好。他跟方若琪，游戏里面的原本女主角名叫方若琪，他跟方若琪的关系会变很好，就是会变成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可是到三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到三代就不一样了。威尼斯之恋，好啦，我们有时间可以那个啦，可以去医院了。哇，好多啊，这都不行。欧凯文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一个人过圣诞节了。我不想一个人过圣诞节。大家不用紧张，他是说十月之后，所以之后我们都还是有机会可以遇到他的，只是不知道之后是什么时候。我怎么都遇不到他啊？我都已经排三天了哎。遇到他可是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感情还不够，所以他没有拿花，多送。入围最佳配角奖的得奖人是入围者是以《风城小侠》入围最佳配角奖，徐若云。温宁山以《大头菜鸟宝贝兵》入围最佳配角奖。灯红以《举光日记》入围最佳配角奖。哎，有两部电影都是军空教的电影哎。你没有在医院满万送百的活动，我觉得一定是我每次去医院，他都没有带钱。他还想说，又不带钱，每次都只是在医院走一下。最佳主角奖入围的名单有：黎华以《灭星战舰》入围最佳主角奖。李老板以《异乡岁月》入围最佳主角奖，高明权以《欲望城池》入围最佳主角奖，追不到医生先跟别的男人吃饭。OK， 最佳主角奖得奖的是李老板。耶、yeah, ，得奖了！我今年又得奖了，就算得奖有什么用？追不到欧凯文还是没用。OK， 穿公主装去试试看，搞不好欧凯文喜欢公主装。你可不可以跟我出来啊？拜托。聊个天好了，送明天有什么新希望？希望能少看一些病人。他是不是在指我啊？就叫我少点来医院就对了。你会希望多一些人生病呢？嗨，皮老板，下一、哦、他约我出去吃饭了 ！Yes！ 然后我就不小心按到拒绝，我就会哭哎、欸。
讲，这个才叫感情不错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，再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拿花了。海文，哎呦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令，thanks，PASLEYLINK， thanks your subscript， 是一次订阅。可是我记得他不是外国人吗？可是我记错了，因为我记得他是外国人呢。外国人订阅我的频道 ，Thank you。欸，他要约我去，约我去赏雪，不能，我觉得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接受他，因为如果说，如果你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，他就会默默的退出，所以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答应他。虽然我很想要跟他去看雪，但是我不能答应他，我要发他好人卡。对不起，我那天听惯有事。圣诞节，然后把那天取消，然后去医院看看可不可以遇到欧凯文，然后祝他圣诞节快乐。啊，没有哎，25号他居然不在医院，他跟谁出去了？不，我连续三天没有遇到他哎，我平安夜跟圣诞节都没有遇到他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一点小难过哎，而且我浪费好多时间哦。我应该记得说，我应该是要去，我要去接通告的时候，我都为了爱情，我放弃了我的事业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医院走一下好了。情人节不是自己一个人过了，终于啊！天哪！难道你就是那个？哎，在第三年才约到他，真的好，第三年才可以真正的谈恋爱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我要成为医师娘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哦，累累的。这束花原本应该是那位永远支持你的歌迷要送给你的，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真相，老板，你愿意接受我的追求吗？老板，愿意接受啦！谢谢你，老板，不要叫我老板。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可是已经第三年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玩完。这比刘备三顾茅庐还要辛苦啊，都泪流满面了。谁猜？哎，偷偷开的，偷偷开的。射九千块的那个悬赏，为什么？给我杀！应该知道。哎，在这边，我去杀他。对，他看得到他自己身上被射九千块的悬赏吗？他看得到啊，看得到啊。他杀，他去杀他。你杀得了他吗？我可以假装和平 peace， 然后过去找他。就现在接近老皮，他都会先把你干掉。